主席都問過，係議往咧係咪有冇試過有人咧係咁發言一路唔停嘅，所謂拉布。咁秘書長嘅回應咧就係即係冇呢個形式嘅拉布係冇嘅。但係如果以往有啲辯論係好長嘅，係點樣去結束嘅咧？就係自然結束嘅，即係當嗰個議員唔講就結束，亦都提到咧主席係冇權咧係喺中間就腰斬咗個辯論嘅。而如果你睇到咧。 即係就算好有限嘅資料咧，外國嘅議會咧係冇一個係有一個咁嘅權，俾個議長咧係去自己提出話，我覺得認為夠啦，就可以停啦，就冇嘅。